现在的经书流通量很大，纸张这个质量不好，容易损坏。如果经书用破旧了，不能再用时，应如何处理？如果都风化掉，似乎太浪费木材资源，是否可以做回收处理？具体如何做才算恭敬如法？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做这个回收是最好的方法。那我们因为是佛书，回收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包起来，把这个书包起来，包得整整齐齐的，交给这些回收的单位，由他们去处理，这样就很好。不要很散乱的，很马虎的，这个是对他不恭敬。整整齐齐的包装好。